Hello， 大家好，早晨，我是塔塔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会来个 IG 小店试食的 ASMR 刷评。这间 IG shop 就是我一个朋友开的，它的名字叫 secretfood.desserts。这间铺头主要都是买一些布甸类的产品。我今早已经教授了两大袋了，我们现在先看有什么先。哇，超级多布甸啦！咁咧，佢系有超级唔同多款味道，佢都有九款味道啦。我喺度每个都各一咗啦。首先第一个就系白雀茶，呢个就系 Oreo 啦。咁佢嘅 Oreo 就系另外上嘅。之后就系有朱古力咖啡同埋朱古力，咁我就唔清楚边个系边个啦。到时食就会知啦。之后呢个就系抹茶，咁呢个就系香椰奶茶西米露，呢个就系椰奶桂花小丸子，呢个就系豆腐芝麻冰粉，香蕉朱古力。耶、yeah! 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試一下先。我同大家講，我終於揾到 Donkey 歐拉啦！喺銅鑼灣 Donkey 見到，就即刻買咗六支。唔客氣啦。咁我而家就試第一個味，我試下呢個 Earl Grey 先。哇！佢嘅啫喱係咚咚咚咚咚。哇，咁我唔客气啦！哇，佢嘅啫喱系好嫩滑，同埋入口真系好重奶味，我好中意。平时啲甜品咧，我唔系特别中意 Earl Grey， 不过呢个 Earl Grey 系。唔会太假，佢系奶味偏重嘅少少 Earl Grey 味，我觉得呢个几好食喎。唔系特别太中意 Earl Grey 或者对 Earl Grey 本身冇乜好感咧，食呢个可能会改观。呢个 not bad 几好食喎。之后试下呢个养生啲，就系黑芝麻冰粉。佢下面都是黑芝麻的布甸，之后面头就加了少少冰粉，先买冰粉先。佢冰粉是冇乜甜味的，之后是少少类似冇味的啫喱，都少少甜咁样。之后下面个黑芝麻，几得意喎呢个黑芝麻味。平时我都很喜意食芝麻糊，呢、这个。唔错喎，几好养生嘅，可以试下喎。试下呢个可能系朱古力咖啡，不过试下先。佢有粒金箔喺上面。哇！呢个系普通朱古力。哇！朱古力呢个真系好食喎，佢面头阵朱古力粉系苦苦地嘅，我好中意食朱古力，因为系超级中意食朱古力嘅人啦，大家应该都知噶啦。一嚟试下落啲 Oreo 上落个朱古力度，虽然佢本身应该落落呢个，不过我哋试下落呢个度。唔该，店主可唔可以加埋呢个入你哋新 menu 啊？朱古力 Oreo 超好食喎！我加埋 Oreo 佢真系唔识输啊！
好好嘅。咁試埋呢個咖啡先。咚咚咚，佢每一款呢啲布甸咧都係咚咚咚，即係唔會話因為咩味就個質地唔同，係每一款質地都一模一樣咯。之後呢款咧，我未食落口已經聞到有少少咖啡味。自從咧我翻完工之後咧，我而家都養成咗太攰我都會飲一杯咖啡。我覺得呢隻味道係似摩卡，嗯，好好食啊！之後佢呢個珠咖啡我都幾中意喎，偷雞先。果然要系咁食，我哋而家试下个抹茶味先。哇！呢个抹茶味真系有少少苦，即系少少甘苦味，之后再加少甜味。嗯，佢似嗰只。哦，我想到了，它的味道是跟抹茶味的 KitKat 有点像。嗯，喜欢吃抹茶 KitKat 的话，这个可以试一下，这个 not bad 喎，所以我试熟了这么多隻味道都是挺好吃的，即我没有因为它是我朋友可以即帮他讲好说话，是真的挺好吃的，即难吃我会说难吃，不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，这个真的。同埋呢個咧係冇收任何金錢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聽我嘅食評咯，真係唔錯喎，幾好食喎，呢個真係滴咗滴添。咁我哋而家就試呢個最特別，佢咧係有一層係咪啫喱啊？即係一層布甸，之後面頭仲有小丸子，呢個係桂花味嘅。試下呢個先，呢個好似最特別嘅一個。三秒法则，冇事嘅。嗯，佢粒小丸子系冇乜甜味，系少少桂花提味。嗯，呢个系比较。咁多款入邊算係低糖版嘅一個，佢係冇乜甜味。如果中意食桂花糕嘅朋友應該會中意食呢個喎。試咗啖先，因為本身就唔係特別太好桂花糕，所以我呢個就還好咯。啖 Oreo 先。咁我哋而家就试下呢个香芋西米露，佢真系有啲西米露嘅粒粒喺个布甸面头咯，即系侧边系咁样嘅，好靓喎，系有啲扎染啲 feel 啦，有啲似扎染嘅 feel， 几靓喎呢个，哇，劲邪恶咯，大家可以望下，我唔客气啦。这个仲系食得的香芋西米露，嗯，这个挺好吃的，这个真的挺好吃的，嗯，我平时是超级喜欢吃香芋西米露，嗯，我很喜欢喝那些芋头奶，我平时酒与饮品都很喜欢揀芋头奶，哇，冻有冻有，哇，正！嗯，西米，哇，这个就系俾我食晒啦，超好食。试埋呢个榛子朱古力，佢上面应该系 Nutella 嚟嘅。佢用嘅香蕉系好甜，应该系喜赞梅花店嗰啲，嗯，好甜啊个香蕉，嗯，呢个有啲似嗰个平，唔知大家细细个有冇食过香蕉蒜，有啲个味道啲似香蕉蒜咯，嗯，呢个香蕉朱古力都唔错喎 ，Oreo。
加咗 Oreo 嘅所有都好好食。好，去到我哋今日最后一只味啦，就系 Oreo 本人将啲我觉得最好食嘅嘢留喺最尾一个食。嗯，哇，啲 Oreo， 哇呢个唔好食我都冇嘢好讲，呢个一定系好食咯，个样已经赢咗先。我的 Oreo 水啊，哇，里面就是这样的啦， Oreo 水跌到走地都是，为什么我常常可以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 Oreo double Oreo 水，半身的布甸哈，好多 Oreo 水啊，这个一定很好吃咯。好好好吃。芝麻，白雀茶，白雀茶几有惊喜。朱古力再俾我偷偷地加啲 Oreo 水。香蕉朱古力，朱古力咖啡，Oreo。Oreo 最爱打，芋头西米露，咁呢条片咧食到呢度都差唔多完啦，咁就帮大家试晒佢哋铺头九只味嘅奶冻，之后我自己就对朱古力啦、Oreo， 之后白雀茶同埋嗰个芋头西米露嗰个布丁，之后我自己就个人几推介呢四款，其实其他味都 not bad。佢哋呢間布甸嘅口味都係嗰啲凍又凍又嗰啲布甸啦，都因為佢質地都做得幾好，同埋係幾滑順，同埋奶味都幾重，所以都幾推介大家去食啦。如果大家咧都想試下佢哋呢間 shop 嘅甜品咧，就可以去佢哋 IG 度 DM 佢哋落單啦。即係大家如果落單嘅時候講埋塔塔嘅話咧，咁就可以送多一個你自選嘅口味，即係任何呢九款味任何一隻都 OK 嘅。佢咧就係兩個布甸起埋，所以咧你買兩個就可以講埋我個名，就可以送多一個，就有三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这类型的 IG 试食片，就记得给个 like，share 给身边的朋友仔，跟他说其实这间 IG shop 都挺好吃的。之后呢有什么想我试或者想我拍，都可以在下面留下你们的 comments。之后如无意外，我们下星期六八点见，拜拜。还有这个奶真的超好喝，欢迎广告商买广告，真的超好喝，劲爆炸好喝，拜。